哇！諗到撚餅仔，邊有公司啊？你不是李汉杰吗？那个光光膀子，那个鸟屎头啊，光膀子，光膀子。去学吗？快去学了，快拍什么东西？拍什么难东西？要拍徐贤啊！好好笑！哎呀，你们管住吗？哦，来了，面水啊，吃吧。现在不让说，让他们自己进去之后才能进。